欢迎再次收看超级变变变。这一次有将近7500支队伍报名参加，经过日本全国12个预赛区的激烈竞争之后，来到现场的队伍将要来角逐冠军宝座以及100万日元的奖金，究竟会奖落谁家呢？答案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各位拭目以待。